福研究中心这个圈养大熊猫的这个种群已经达到了这个500多只，但是我们这个圈养种群的它这个遗传多样性还是受到一些限制，所以说我们需要从野外去引种一些野生的这个新鲜血液进来，然后丰富我们这个圈养大熊猫的这个遗传多样性。